大家看一下印度民间魔术师，嘴中吸着奶瓶，他慢慢的喝掉，注意看他手里的奶瓶慢慢的喝没了。接下来他把奶瓶拿出来，把奶瓶放在肚子上，他慢慢的把喝没的奶从肚子里吐出来。你知道什么原理吗？我来教你。手里一瓶牛奶，摇晃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接下来我把它喝到嘴里，太好喝了，老铁们看好，不光可以把它喝没，我还可以瞬间把它变回来。OK， 瞬间的还原，咱们原理直接就学。它是一个魔术道具，大家看一下，和隔空喝牛奶原理是一样的啊。这次有个夹层，倒过来的时候，牛奶消失不见，就在这里。变回来的时候 ，OK， 慢慢慢慢慢慢，它就落下来了，就在夹层里。你学会了吗？不要忘了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。